棕褐犬主要特色就是以虾法苟棕身为主，再辅以鱼身柔柔的身法和褐姿，构建起整个犬属体系。在技击上，棕褐犬讲究棕技，建立生力，建立化力，建立克力，建立气力，助意更助气，助气求灵活之力。手法上则讲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变化，善用震、劈、接、抖、断、挪、缩等手法，步法注重进退、横斜、窜及转动。此外，棕褐犬行气倒吸，采用逆式呼吸法，吐气发声，犹如龙吟虎啸，气壮山河。